其實今次是我第一次唱電影主題曲嘅，同埋亦都係我一路以嚟都好期待嘅一件事咯。主題曲更加就係一套電影個靈魂啊！即係你一聽首歌，我就會 feel 到呢套戲係咩種類。即係好似我今次聽到呢首歌咁，我就覺得其實佢係一套好 touching 嘅電影啊！即係媽媽一路以嚟點樣同個仔仔走落去啊，點樣去培養個感情啊？咁所以我自己係好中意一啲感動到其他人嘅一啲故事嘅，好榮幸可以參與到呢套電影唱到主題曲。其實第一次收到 demo， 我最 surprise 嘅就係我聽到有班小朋友喺後面唱一個 cry 啊！呢樣嘢係我一路以嚟都想擺喺我自己歌曲入面，因為小朋友唱歌咧，俾我自己感覺就係有一種好似天使嘅聲音，去唱出一啲歌詞嘅時候就哇入心咯。頭先聽到佢哋練習，其實都真係練習好充足嘅。咁歌詞入面咧有幾句係我自己覺得特別有感覺嘅，花一生時間開拓你的抱負，若你堅拒後退，誰仍然陪你？攜同你踏向前，落後未落敗，大步行下去，要逐漸後來居上，唯有再追啦。雖然你前路係一條好難行嘅路啦，咁但係依然身邊係會有一個最 care 你嘅屋企人，會陪你行下去咯。咁呢個主題曲其實最 touching 嘅位就係人生仲有好大段路要行，咁你喺行嘅途中，你要比人哋更加勤力啦，先至可以追得上去最頭。呢首主題曲送俾一啲可能喺工作上啊，又或者喺學業啊、愛情啊等等面對緊一啲唔開心、迷茫嘅朋友咯。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等緊佢哋嘅終點，咁只係看個人跌低了，他會不會懂得起翻身，再去到終點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需要跟呢首歌同埋跟電影嘅主角去學習嘅一樣嘢咯。